妈谁漂亮？小蚂蚁呗，你瞅你妈长得像煤气罐成精似的。哦，妈妈，刚才爸爸说小红阿姨长得漂亮，说你像煤气罐成精似的。什么？你妈。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对不起啊，主管，我睡过头了。如果你每天早起15分钟，一年就多出91个小时，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的。你想想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睡懒觉，睡懒觉。不行，赶快睡觉啊！哟，换新口红了，还喷香水了吗？好香啊！今天这么精心的打扮，是不是打算跟我约会啊？早上好，经理。姐，你看他还想跟我约会，你怎么谁都敢撩？是我不想干了。老板早上好。哥。哟。哟，董事长好。董事长好。妈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不要再扫地了，您回家歇着去。Hello。It's me。喂，过来接我一趟，不用不用开车，开两架飞机过来接我一趟就行了。喂，爸，把咱家大炮拉出来，看着哪有飞机给我打他。现代人真会吹牛。啊，屁黑。你好。嗨。哎，进不念。进。嘿，两个人都拿了我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620减441加596减773加151减240等于260。好，非常棒。太冷了，开会儿空调。这天不冷，不用开空调。我20多岁就嫁给你了，享过一天福吗？老公，你跪干什么？在一瞬间，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。我希望以后你和老板说话有一点情商，把谢谢改成谢谢你，把我不会改成我可以学，换一种方式，这样老板会觉得你很特别，懂吗？你看看啊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，你是猪吗？我不是，但是我可以学。当年你执意要和我分手，现在看到我的别墅没？有没有很后悔呀？小哥，小哥，嗯，我家，你在干嘛呢？前女友，前女友，前女友是吧？他现在是我男朋友，别找他了啊！挂了。听到没？挂了啊！哎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我也还是单身呢。你单身啊？你单身关我什么事？有人。哎，我说大哥，要不你来，搞得我一点兴致都没了，走开。你别笑。哎，大妈你好，这我们公司新出的产品，要不要看一下？下雪了，心情不好，不想看。哪里下雪啊？哪里有大妈？哪里有大妈？
好意思。看什么看？要不然你也踩我一脚喽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这样踩回你，我还算是人吗？我原谅你。你能不能不走？我们还是分手吧。那能让我最后再一次牵你的手吗？你要干嘛啊？如果你能挣脱出去，我就和你分手。起来公司应聘做主管的，怎么我都是职业经理人了，你们还是主管啊？因为来公司应聘的时候，董事长对我说了两句话，大家猜是什么？第一句话是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足够优秀的经理人。第二句话是，闺女，爸看好你。爸一定要亲手把公司交到你的手上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见到你，心就慌张。你看，太好了，终于发奖金了。哎，你发了多少？发5000。哦。经理，听到我领奖金了吗？是谁通知你来领奖金的？可是我看他们都领了呀。怎么了？你和他们能一样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要奖金？天天吃公司吃这么多，公司不为你要钱就很不错了。该干嘛干嘛去。大爷，哎，咱厨房还有饭吗？没了，锅盘碗盘你都吃了吧？真吃了。琪姐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好啊。我是谁呀？阿姨，您贵庚啊？阿姨，您贵庚啊？走啊，开什么？我给你买了一个表，你不是一直想要的吗？我今天给你买了一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这么重，肯定是好的，我跟你说。老婆，这表防水吗？应该防水吧。什么牌子？绿水。绿水鬼。什么鬼？老婆，你太好了，我太爱你了。表。要不要我给你戴一下？你快看一下，几点了？快点吧！红烧鱼。嗯。要做饭呢。哦。饭，两个大土豆。你是要我们用手抓着吃吗？来来来来来来。